村长没有听到，就是村长喊大声一点。好，今天哦，我们哦的那个大姐姐，他们要来表演舞台剧给你们看，表演什么呢？表演暴力的其他打人的舞台剧。哎，红怕狼的狼。红怕狼的狼啊。红怕狼的狼跟怕狼的狼。哦，我领看，给你们看。哦，啊，等一下有奖品哦，所以你们要注意看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他们来。来鼓励。先生，他好吃啊！先男生交换啊！不用不用。来，大哥，你有吹你喝啊？我不是。赶快喝酒，爸爸。爸爸，我也想喝。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也会喝酒的，我常常走。好朋友，请喝酒。你讲会喝酒，你讲爱饮就饮上酒。小朋友，大家早哦！我是那个被打的妈妈。小朋友，大家早！我是姐姐。大家早，姐姐，姐姐好。姐姐哦，她是姐姐哦。那不公主。加号专线，然后或者110，就是要跟
握什么是普通。哎，村长你好，我是叶德胜 ，OK 的。嗯，你好。我想请问兄，那个村里的那个陈太太他们家的情况，你了解吗？陈太太的情况哦，我最清楚了啦。她哦，照三餐哦，被她老公打。我有叫她哦，要安排，就是接受她你们社会局的安排，然后去住你们社会局安排的地方。啊，那个陈爸爸哦，真的很糟糕呢。照三餐呢、啊，只要喝酒就会打老婆，就会打小朋友。真的是吼、哦、啊！我跟他讲，对我跟他讲不要这样子，可是都没有得到他正确的回应。然后像这种情形，我们今天来就是说，麻烦你帮我多注意一下。然后我们稍微去了解的时候，我们会跟做一个那个联系。那有后续有问题的话，你再跟我们说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谢谢村长。好。对，你也看不出来。没啦，你也看不出来。我今天有水痕。有。今天有水痕。有。看。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。闺蜜，这么被闺蜜养。好啦好啦，唔通去耍啦，唔通去耍啦。你唔好自己擦干啊！你等你爸爸奶奶哦，伊就要饮酒吼，伊就会同讲咧。唔通去耍啦，老师，我头下演老师，我即摆演。妈妈的闺蜜哦，我去台北来，要来看妈妈以前我有好无？哎呦，笑笑，你是安怎？遐多年无看，安三期了，遐啊，规身躯拢是伤。无法度啊，我咱若啉酒，伊就会甲我讲啊。酒空闲啊，酒空闲啊。
妈妈跟两个小朋友对人照啊，你们是谁？社工。社工。谁先回答的？